大家好，这次我们又出来浪了。现在是九月底，我们来到了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 Mount Assiniboine， 它是位于班夫旁边的一个省公园。这座山开车是没法去的，只有两种方式能进去：第一，徒步大概一整天的时间能够走进去；第二，坐直升机。我们不想走那么远，所以我们这次选择了坐直升机进去 Mount Assiniboine。 三年级作文零分。听说过两天课开始下大雪，所以祝我们好运吧。那么明天飞机上见。God bless us.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Assiniboine Lodge， 让我们现在准备去我们的 camping 营地。这边特别特别美丽，今天天气很不错，万里好多云。某人已经去拍照了。有人回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走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现在已经到了这边 camping 营地。然后我们挑了一个离 shelter 很近的一个地方，这儿。现在很早，可能坐飞机来的人没有太多，所以基本上这个营地没有什么人。来吃点新加坡的小零食 chips。 他说他已经吃了肉干了。现在给大家介绍这里面的设备，整个 camping 营地有两个大的 shelter， 这个是一个有屋顶的 shelter， 但是没办法挡风。然后 shelter 里面可以做饭，可以烧火，然后还有这种大铁板，就是给你做饭的。然后 shelter 上面可以挂东西。然后 shelter 旁边还有很多 storage， 这种就是用来锁食物的 food locker。 然后这个就是水龙头，这边就直接是吸水，所以还是需要过滤的。最后这里有灰水箱，就是用完以后的水全部到这儿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安排是等会儿三点四点多钟的时候就上山上去，然后看能不能拍个日落，然后顺便等银河。如果有的话，现在是一点多钟，然后在那附近探索探索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探索周边的区域。史迪里，是个小包子。小苹果，小苹果，又小苹果又来了。我们这条路上没有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就带了一个行动铃铛，以防被熊叼走。它容易，它应该比较容易被熊叼走一些。长得像一个奶黄馅的小苹果，对，肉多一些。这地方拍倒影很好看，他说，倒影在这儿。我们不小心走错路了，所以这次我们没有到 Nut Peak， 但是呢，我们就在这儿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一个 trail 的中间，自由自娱自乐了。没办法，谁叫这个路太难爬了，不想爬了。我们终于回来了，今天史蒂同学累得半死，累得我尖叫。对啊，基本上都已经快虚脱了他。这边很热闹。我要吃肉。
我现在在 Mount Assiniboine Lodge 的前面，这个小木屋旁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营地和湖的中间。你在拍啥呀？不好看。他在拍不好看。这个小木屋呢，大概八九百块钱一个晚上吧，每天下午四到五点给我们 camper 也开放下午茶时间。我们明天准备来，今天应该就来不及了吧。我们现在在吃中饭，虽然已经很晚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山顶去拍日落了，如果有日落的话。现在天气还是阴沉沉的，所以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，是不是有点太阳喽？现在 Naples 附近的一个点取景，这里能看到三个大湖，今天妖风四起，这边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拍照景点，光线好的时候特别漂亮。史蒂里终于找好了点，我现在躲在一个树丛中避风，外面妖风刮的四起，等会儿看有没有光了，而且我们觉得那边的乌云还有带着雨要过来了。大家看，这就是优美的日落，可能我最美吧，在日落里。对，你看红红的史蒂里，就是我们优美的日落。今天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回家了。第三天开始啦，本来我们昨天想好了今天下大雨，然后我们就不准备起来，结果呢早上不小心被闹铃吵醒以后，觉得还是不行，还是起来得起来看看，然后我们就起来了。现在没有什么下雨，而且天上有渐渐的晴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找找点位，看能拍到什么东西吗。现在是清晨七点多钟，可能气温有零度。下了好大的雪，结果现在又顿时晴天出太阳了，这边天气真的是变得太快了。我们的摄影师已经终于开始忙活了。 Finally, good weather. 那外面又开始下大雪了，然后我们又在这儿躲雨，不对，我们在这儿躲雪了。哎，等会儿还要去，等会儿去个 tower， 等雪小了我们就出发吧。去个岛。Okay, well, you guys, I was going to say you can come in early if you want. If you guys are cold, we're opening a little early if you guys have cash. Oh, really?Like, you can come in now. Cool. Do you want to come? Yeah, sure.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
刚刚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们明天的飞机是最低一班10点多钟的飞机要起飞，所以我们决定改变计划，所以我们等会准备上山了，然后明天早上再去拍胖的，拍那个小伙 change of plan， 喝茶。他这边小木屋每天4到5点是给 camper 所有人提供茶点，然后一盘蛋糕，加上你可以选择喝茶或者喝柠檬水，这边特别暖和。这边风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很难把脚架立稳，而且现在光线太亮了，湖面的反射10个 CPL 都没有用，我们用20个，现在光线还是太高了，但是好看的，很好看。我们现在在 Not Peak 下面一点点的地方，现在风超级的大， Steady 要在做高难度动作，但是景色确实很漂亮。现在这里短暂的平静，因为暴风雪等会儿就要来了。It's coming。对啊，那边等风雪过了，看能不能躲过这个风雪，以后会不会有好的阳光？风雪，感觉怎么办呢？逃命，逃命啊！另一边，阳光明媚。那个小 lodge 挺好看的，其实我看到我们的 reflection lake。那边有个人站着，还在拍照，好像就我他离我好远好远。我们早上5点多钟起来，雷吉火鸡佬把帐篷收了，然后现在背着所有的东西来到这边拍日出踩点，然后现在已经日出了。 Steady 正在用1635，他正在拍全景切片。拍完了日出，今天就结束我们 Mount Assiniboine 的3天的行程了。今天坐直升飞机回去，然后明天去 Lake O'Hara。生活好丰富。